接下来欢迎个人组第八组，由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苏逸文、张佑成带来的《如果可以》。我们如果有一次错过，不敢牵起你的手，如果没有如果，等到红线来的时候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，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，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，闻你的呼吸，一眨眼，一瞬间，你说好就是永远。谢谢。